不要啊，哥，你放过我吧。杰德，你又在欺负人是吧？卡罗米拉，你上。啊啊啊！哎呦，这些盘子刷不完，你别想吃饭。切，不完我让我干，普利活我才不干。哼。啊！难道冰冰能听见？什么？居然是 WCR！ 啊，能卖好多钱呢！啊！啊！哎呦，我靠，是 FHR！ 嗯，这……啊！果然按一下就会出现一张超稀有卡牌，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嘿哈嘿哈嘿，哎，怎么不出卡牌了？杰德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啊，你们要干嘛？我让你闹腾。哎呦啊啊，你们别动我卡牌啊。哼，曾经欺负我的人都将付出代价。点个关注吧。是谁在偷看？快来抓偷窥狂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有人偷看我洗澡。是谁？我饶不了他。只看到一个黑黄色棍子和很高大的身影。我好像比你矮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那黑黄色的棍子不就是你的武器吗？你胡说，我武器可都是放在那里面的。这怎么变成筷子了？哼，筷子盒不就是用来装筷子的吗？你先在这里面待着吧。我新买了点果冻，正好咱们一起吃吧。被惩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点个关注吧。哎，冰冰的吃药，难道他病了？快醒醒！快醒醒！好吵啊！你们干嘛？你是不是有病了？你才有病！一边去！不是，你们都看我干嘛？你还说你没病，你都吃药了。你好好休养，以后我们来帮你卖零食。你们看，这是药吗？这是我小时候超喜欢的酸牛软糖，这外面裹着一层酸粉，里面是甜甜的果香，吃上几颗，酸甜的水果味道在舌尖跳动，实在太享受了。你们也来尝尝。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瞧你这德行！你们刚才说帮我卖零食，这句话我记下了哦。我们收回，点个关注吧。哎呀，感觉最近天要变冷了。水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嗯，别跑。嗯，嘿，哎呦，老爹，怎么是你？我装卡呢。啊，这，哦，我的出生形态是 P 卡。你快别中了，我刚才看到缩小版的你了。还有这事，你别吓唬我。追！哎呦！哼，哈哈，这样你跑不了了吧？啊，老爹，我忽然间就到了这里来了。我抓的是人偶啊！别跑！哼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的新成员。为什么是我老爹的样子？我之前看到一个盒子在乱动，看到他在里面就把他放了出来。那些盒子里有各种人偶，但只有他会动。哼，十分抱歉，我的小家伙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何止麻烦，你仅仅人呢？可恶，请问家里有人吗？哎呀，门外面是谁啊？我是快递小哥，这是你们粉丝送的礼物，我放在门口了啊。杰德，你们把快递拿进来吧，我有点忙。那我们三个给搬过去吧。别急，我们不如先看看里面有什么。粉丝送的快递呢？我看看里面有啥。放心，我们都给你整理好了。这是最新的豪华卡包。啊，这里有五个纪念卡包呢。粉丝还送了一盒实验包。哇，辛苦你们了，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走，傻逼们居然没有发现这个礼盒。我们快把礼盒飞了吧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敢私吞！啊，快跑啊！给我！不给，要吃自己拿去。哼，不给就不给。住手！这是冰冰让我看好的零食，你不能拿。切，我还不稀罕呢。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睡着了。嗯？让你偷零食？可恶，我一定要拿到。又来偷！哎呦！完了啊！没完没了了！
呜呜，你别哭了，等冰冰来了问他要就是了。真的吗？什么声音？啊哦，被发现了。啊，到底是谁？泽塔说好要跟我分享零食吃的。泽塔，你快跑，给我站住。给个关注吧。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整他们。哎呀，对不起班级哥，我不是故意偷你相机的。错了，我错了。嗯，班级哥给你喝可乐。这还差不多。哇，班级哥你怎么了？哇，班级哥怎么感觉这一幕有点熟悉啊？所以这就是你浑身臭味的原因吗？有啊。是的。哎呀，你赶紧去洗个澡吧，冰箱里这还有吃的，你别给污染了。班级哥我来帮你。给我滚！我来帮你吧。哇，好舒服啊。哇，这一次一点味道都没有了。为什么那瓶可乐可以让你变成卡牌呢？一定是有人给杰德出主意呢。又或者这个杰德不是本人呢？怪不得他老是跟我作对，看来我要好好调查一番了。你在搞什么好东西啊？你看冰冰送给我一台相机。啊，真羡慕。那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。好啊。来，你摆一个帅气的 pose。 可以吗？这样非常好，站那别动，我要开始拍咯。好了吗？杰德，你不是想送给卡路米拉礼物吗？这个相机怎么样？可以，多少钱？三张，成交。啊啊！冰冰，我给你拍张照片吧。等等，这相机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这是我哥送我的。哦，那就没事了。冰冰，你送我的相机被杰德抢走了。是这个吗？啊，怎么在你这里？这是我哥送我的。你哥这不值东西，居然只派杰德来偷我相机。不准你说我哥坏话啊！你这个玻璃狂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好啊，谁后悔谁狗。你们别吵架，赶紧把杰德找来问清楚。这是哪里？快放我出去啊。冰冰冰冰，醒醒。什么事啊？有老板把我们卡全买了。什么？全买了？我不是做梦吧？你呼自己一巴掌不就知道了？啊！冰冰冰冰，醒醒！是不是有老板把卡全买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哎呦，疼！你干嘛掐自己？我怕这个是梦。发生什么大事了？贝尔黑，我们有钱了。真的吗？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买布勒斯的 SH 衣服了？买，都可以买。真是太棒了！你干嘛扇老子？嘿！我的布勒斯呢？老爹，你刚才睡觉嘿嘿嘿的笑，我以为你出什么问题了，就把你叫醒了。臭小子，竟然敢打搅我的美梦！你还扇我，我不打死你！哇，我错了，老爹，我是不是也是做梦的？啊啊，哎呦，看来不是。啊啊，我错了，老爹。啊啊啊，哎呦！哼，快让我见卡罗米拉一面，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你不配和我妹妹见面。不好啦，卡罗米拉离人出走啦！我要出去散散心，不要找我了。什么？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妹妹的事情？肯定是你不停地对他说我的坏话，肯定是因为你。哎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哥和特丽加打起来了。让他们打吧，两个幼稚鬼。怎么说呢，我感觉他们都很在乎你。要不咱们回家吧。哼，我才不想看到他们。那我带你去。别打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你别去，有你什么事？你们还坐着干嘛？快去找冰冰啊，他也不见了。我现在就去。哟，你们俩终于打累了，真是两个幼稚鬼。我还不是担心你，在乎你。哼，我才不信。好了，你们都住手，看卡路米拉给你们买了什么。啊，你们居然能买到这个？怎么样，喜欢吧？喜欢个屁，这让我们怎么分？那这必须是我的。给个关注吧。啊，我是无敌的。臭小子赶紧下来。啊，哎呦，臭小子睡醒了。你爹担心你好久。胡说，谁担心这小子？你们是谁啊？好小子，这时候还开玩笑是吧？嗯，是不是把头摔着了？我是你爹。啊，你有病吧，上来就要当人家爹。我就是你爹。去你的，我管你老子不老子，我要吃东西。哇哦，怎么让他恢复记忆呢？再打一棍子。啊，哎呦，行了啊，宝贝儿。臭小子，我是你爹。反了是吧，我才是你爹。啊，
好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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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还得治。累死我了，是不是有点狠了？不、哦，我头怎么那么痛？小子，我是谁？老丁，你在发什么神经？我怎么可能认不出来你？没事了，终于骗过去了。刚才打我好几棍子，我一定要跟你算账。嗯，你出来。你来了。你叫我干嘛？嘘，你回头看看。你去那边看看，我去这边。好，在哪呢？哪呢？出来！啊？怎么没有呢？没有。他俩要干嘛？继续看。卡包到底在哪里啊？看，可能那里。啊！哇，全是十元包，要发财了！我们先拿点吧，别被冰冰察觉到了。好啊，他们要偷我卡包。你别急，再往后看。我就拿三包吧。我拿两包，走吧，我们把卡去。喂，他们把卡拿走了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们这有五包中药、啊、这是拍卖你吧？你们是认真的？对啊，这一包市场价可是十元呢。去你的、啊、还是耍老子。杰德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？什么事？嘿，快快快，你干什么？啊你们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你叫什么名字？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杰德啊！你在说谎？我没有。你竟然想用可乐谋害我？杰德肯定不会这么做。可乐有问题？我不知道啊！啊！哼，到底说不说？我认，我认。啊？怎么是你？杰德在哪？我确实不是杰德，但我真不知道可乐是怎么回事啊！我今天来到这里，看到没人就想捣乱一下的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容易就识破了。嗯，小金人，没错，就是我。你可乐是我弄的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送你的朋友过来。哎呦，哎呦呦，不去救他吗？你没事吧，杰德？小金人不见了，算他跑得快。现在误会解决了，把我放了吧。哼，你们想干嘛？哦特里家触电了，快来帮我！我马上到。贝老黑，你去试试。没有答应。看来只能你去人工呼吸了。我不。别害羞啊，救人要紧。是你救了我吗？下次我可就没这么好心了。辛苦大家啦，快来吃点东西。发财了，点子多。哎呀，才花了不到5块多，你们不会还不知道饿了么现在有66元外卖红包券领吧？赶紧点击左下角链接下载打开饿了么 APP， 使用手机注册登录，幸福就能领取最高66元红包。不管点炸鸡、汉堡、披萨还是奶茶，用红包抵扣后，全程只要几块钱就能吃上啦！现在活动特别火爆，大家抓住机会，赶紧下载饿了么去领大红包吧！你身体感觉怎么样了？你看我现在身体倍棒。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，刚才你都要嗝屁了。演戏呢，恢复的能不快吗？我是不是说漏嘴了？演戏？气气冰冰，嗯，你们居然联手骗我。我们也是为你终身大事着想啊。点个关注吧。假如零食是违禁品。哥，我打算赚够300万就出手。网络是人均千万，你赚300万怎么够呢？3亿吧，把货卖到东南亚，赚够3亿。单是鳕鱼松沙琪玛是1级违禁品，这么张扬，我怕没命花。红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这个沙琪玛可是添加了阿拉斯加鳕鱼松和鱼子酱，营养又好吃，那群老外都抢疯了。这货真那么蠢吗？你尝尝就知道了。一口咬下去，绵柔软香，鲜甜可口，还带有鳕鱼的香味儿，一点都不腻。行，我信你，就凭这个赚够3亿。今晚去我的小黄车拿货吧，库存已经不多了。我这就去。如果你赚够了，记得一起去吃鱼。OK， 杀青，点个关注吧。啊！老子饿了，快给老子整点吃的。臭老头，一边去。再给我说一遍。凭什么给你做？杰德，你为什么打贝老黑？我18年纪了，让儿子做点吃的他都不肯，我活得好失败啊。
真的，你想造反是不是？谁是你儿子？你别在那演，你就在这关禁闭吧。委屈你了，走，我给你做好吃的去。这是我最爱吃的，马上给你做。太香了，给你加根龙虾肠，再给你来点魔芋爽，这回绝对好吃。真是好吃哭了。以后就别跟姐的一般见识了哈。没事，我不记仇，这仇我记下了。给个关注吧。而且他这是怎么了？他这两天感冒了。不，因为我看到你完全失去了抵抗力。咦，好肉麻。哇，你今天好撩人哦。不要让我看到你，不然我见你一次喜欢你一次。啊，今天是熊精抹了蜜吗？我好喜欢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这是我小时候超喜欢吃的酸牛软糖，我还以为停产了呢。外面裹着一层酸粉，里面是甜甜的果香，吃起来酸酸爽爽，就连呼吸都带着水果的香味呢。走，我们逛街去。吃软糖嘴就能变甜吗？那我也试试去。点个关注吧。完美着地。快救我们。对不起，差点来晚了，这是冰冰让我带来的物资。为什么现在才送来？我们都快饿死了。冰冰一直在七星那边，没空过来。我让小蜘蛛给大家带去的早餐收到了吗？这么满满一大箱乳酸菌面包才花了我个位数，外面是松松软软的面包，每个里面都有浓厚的乳酸菌夹心，一口咬下去瞬间爆开，酸甜软糯，真的太好吃了。你们乖乖等我回来吧。自从七七走了后，他就一直在忙，也不知道忙啥。别别的事你们就别操心了。你们过来，看来我们得想个办法把冰冰给抢回来。点个关注吧。我想吃山药碎片。他最近很乖，没有理由吃他。你赶紧想办法。我有办法了。哎呦，你躺在路边干什么？我手都摔断了。好一招碰瓷大法。小子，你碰瓷可碰错人了。兄弟们，给我干他。这招怎么失灵了呢？小子，你还是太嫩了，看我的。大哥，你长得太帅了，我主人是位摄影师，他想免费给你拍杂志。是吗？那你带我过去吧。什么情况？还是你有头脑，小聪明而已。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？点个关注吧。你来我这已经好几天了，还不打算回去吗？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你再不回去，冰冰要急疯了。行了，我这就回家，改天再找你喝酒。随时欢迎。我回来了。饿不饿啊？我给你做吃的。你的头怎么了？你装什么装？冰冰昨天不是被你误杀了吗？我昨天没有回来吧？你胡说，昨天我还给你捶腿来着。是谁？原来有个冒牌货。哼哼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黑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小子在偷东西，被我撞见了，我们就打起来了。原来他是个冒牌货。老黑，你回来就好。点个关注吧。可卡，我都听说了，你可以用超能力让卡洛米拉爱上我吗？我已经没有超能力了。我还以为泽塔是乐于助人的英雄，没想到是小气鬼。什么？你们两个芳心愉悦，让卡洛米拉爱上特利迦吧。下次给你看我主演的。要是有零食就好了。零食出现吧。给你零食。窗外好像有些清冷啊。放烟花。烟花已经给你放好了啊，楼下保安还在追我，我先挂了。好浪漫啊，要是有束花就好了。不好，送错人了。好漂亮的花啊，送给你。怎么回事？我的超能力没消失，真的爱上了。我看是他们俩本来就互相喜欢吧。苏塔，谢谢你的超能力。点个关注吧。贝老黑还回来吗？这当活累活我全干了。平时见你精力旺盛，这点活就把你累到了。都怪你把贝老黑给气走了。我已经知道错了。好想他呀。我回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。我没需要你。别打，也饿了。我去给你做个汉堡吧。多给我放点辣。汉堡里面放辣椒，你这吃法太酷了。白大爷乐意。味道不错。你俩这是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是不是受伤了？你别问了。
好疼！你怎么能这样对冰冰？我没事的，可能他还在气我吧。北大爷不需要你来说好话。北老黑这是怎么了？点个关注吧。哎，你不要误会，他偷吃你山药片被噎着了。啊，这就把我卖了？好啊，你居然偷吃我的山药片。是他没让我吃的。别抢了，这零食又不贵，你看我刚刚又在小黄车里花9.99又买了一箱。你骗人，这么便宜能好吃吗？我要骗人我就开直播倒你洗头，看到没，每一包分量都超足，听这个声音特别酥脆，嘎吱嘎吱脆，太满足了。哇，我都闻到香味了，这下行了吧。那个杰德，你跟我走一趟。找他什么事啊？赛罗他找到治疗失忆的方法了。那咱赶紧走。点个关注吧。贝老黑，你少来掺和，快救救我。怎么了？杰德要追杀我。冰冰，你完了。这是地震了吗？哎呦，我先去拦住他。贝老黑，你少来掺和。嘿，冰冰，你快去把辣条拿来。你要辣条干嘛？快拿来塞在杰德嘴里。好了，终于制服他了。你怎么惹他了？我那天不是把他罩在瓶子里惩罚他的吗？但是我忘记把他放出来了，他在里面关了3天。那你真是活该。I'm sorry。点个关注吧。什么事？最近德凯他们上班时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，我想派你们去敲打敲打他们。哈哈，这任务我喜欢。咱们先引出一个人。什么声音？你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哎呀，真烦人，我还没睡够呢。诶，这是什么？你们是谁？哎呦，谁打我？阿谦，德凯怎么还没回来？他好像去那边了。啊，手机怎么没了？我们快去找找。手机怎么找不到了？零食被偷了。好啊，你们把我零食弄丢了，把你们面壁3天。我们错了。终于找到当年做反派的感觉了，要不我们重新做回反派吧。我觉得不错。给个关注吧。什么破卡啊，都不要了。哇，这么多卡，白金U2你都不要。这怪兽太丑了，我不感兴趣。哼，你怎么玩起卡牌了？还不是想要更好的了解你们。上次我说我不认识泰迦，居然还被嘲笑了。我的心好痛，你居然不认识我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找你玩。哦，好漂亮。盯着我看什么？因为你好看啊。完了，又一个犯花痴的。女神，要不要和我一起玩蛋奶派对啊？你只要点击左下角或进入 APP 搜索零元抽奖，有机会赢蛋奶派对礼包。让我带你飞，好不好？完了完了，这小子怕是要完了啊！哪来的毛头小子，竟敢招惹老娘！女神，我喜欢被你用小拳拳捶胸口。是你，点个关注吧。你怎么变成了机器人了？我本来就是机器人啊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我想吃山药碎片。好的，马上给你找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来吧。你是不是生病了啊？我还是喜欢以前你和我吵吵闹闹的样子。我是机器人，不会生病。你就给我装吧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待机了。那怎么样才能恢复？需要主人亲我一口。那你闭上眼，你过来。意不意外，惊不惊喜啊？老爹，怎么是你啊？想占冰冰便宜还轮不到你。这下不装了吧？给个关注吧。今天我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别说垃圾话了，放马过来吧。哼，看我奥特飞踢。哇哦！啊，这谁干的？是他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杰德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别打我，我给你说件好事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我能把泰迦喊来给咱打工。泰迦？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是谁？不认识。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别，我再告诉你一件好事。你别给我耍花样啊。
我知道最近一直在玩蛋仔派对，只要点击左下角或者进入 APP 搜索零元抽奖，有机会赢得蛋仔派对礼包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终于逃过一劫。嗯，小蜘蛛，你给我等着。给个关注吧。你是不是有个伙伴叫闪闪熊？你见到他了吗？你跟我来，你伙伴就在里面。哪有啊？嘿，好，哦，放我出去。搞定。我们发现了宝贝，快跟我们来。你看看下面是什么？垃圾桶啊。那你下去。我要去告你们。做反派的感觉真自由呀，终于不用再装好人了。杰德说你们故意搞破坏。冤枉啊，我们跟着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，你竟然这样怀疑我们。好啦，别哭了，我知道你们俩都很成熟可靠，可不能捣乱的。他们在那演戏呢。在我印象中，经常捣乱的人怎么是你呢？我冤枉。行了，我不追究了，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啊。我们可不希望和平。给个关注吧。嘿哈嘿哎哈。嗯，你在干嘛呢？我在给他做按摩呢，这样更好吃。是吗？那我尝尝。先别动，好像没做好，回头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奇奇怪怪，那我先走啦。嘿嘿，我们继续吧。尝尝吧。这做过按摩的面包看起来也没啥不一样嘛，还挺好吃。好吃我再给你做。嘿嘿，不要。他这是怎么了？兄弟，你是不是不舒服？没有没有，他说他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怎么感觉你俩今天怪怪的呢？给个关注吧。布莱泽好帅呀。他有我帅吗？走开，挡着我屏幕了。冰冰，你再也不温柔了。你一来我的网络就不行了。哎呦好疼。哎呦，你轻点。你要干嘛？我怀疑你身上带了干扰器，把我网络变卡了。网卡你用流量啊，你现在不会还没拿到移动20G的流量吧？只要你是移动用户，现在点击左下角链接，每月20G的高速流量就能拿到手，刷视频、追剧、打游戏都能用，网速快到飞起，再也不用担心流量不够用了。想要的赶紧点链接，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就能开通了，名额不多，想要的赶紧冲。哎，网好了，退下吧。哎，不理我是吧？那我就来征服你的胃。什么？我好想吃。想吃你必须回答我问题。你问我和布兰德谁更帅？当然是你啦。哼，虚伪的女人，不给你吃了。夸他还不行了，男人真是搞不懂。给个关注吧。气死我了。怎么了？我说你最近正在减肥，不能吃零食，他非要进你肚子。哎呀，现在像你这样主动的零食不多了，带你走吧。好歹给我留一口。你看看你都胖成啥样了，不准吃。你竟敢说我胖。不服的话你去问问大家，咱俩谁更苗条。我和卡罗米拉谁看起来更胖呢？小蜘蛛你先说。在我心里当然是你最美丽啦。小蜘蛛你说话小心点。那个卡姐当然也很漂亮啦。你说了等于没说。贝老黑你说。那个还是冰冰看起来更苗条。怎么样，还是贝老黑敢说真话。石心熊你来回答。我更喜欢冰冰。难道我真的要去减肥吗？别往心里去，都是人情世故，我永远听你。滚，你这个两面派。点个关注吧。今天我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别说垃圾话了，放马过来吧。嘿，看我奥特飞踢。哇哦！啊，这谁干的？是他，我先走了。啊，杰德，你皮痒了是不是？别打我，我给你说件好事。那你说来听听。我能把泰迦喊来给咱打工。泰迦？怎么样，我厉害吧？是谁？不认识。他你都不认识啊？别，我再告诉你一件好事。你别给我耍花样啊。我知道最近一直在玩蛋仔派对，只要点击左下角或者进入 APP 搜索零元抽奖，有机会赢得蛋仔派对礼包。嗯，这还差不多。终于逃过一劫。嗯，小蜘蛛你给我等着。给个关注吧。哼，
什么破卡啊，都不要了。哇，这么多卡，白金 U2 你都不要？这怪兽太丑了，我不感兴趣。哼，你怎么玩起卡牌了？还不是想要更好的了解你们。上次我说我不认识泰迦，居然还被嘲笑了。我的心好痛，你居然不认识我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找你玩。哦，好漂亮。盯着我看什么？因为你好看啊。完了，又一个犯花痴的。女神，要不要和我一起玩蛋奶派对啊？你只要点击左下角或进入 APP 搜索零元抽奖，有机会赢蛋奶派对礼包。让我带你飞好不好？完了完了，这小子怕是要完了。哪来的毛头小子，竟敢招惹老娘！女神，我喜欢被你用小拳拳捶胸口。是你，点个关注吧。